大家都知道，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在世界上排在俄罗斯和加拿大后面，居第三位。清朝鼎盛时期，我国陆地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很多人特别爱看清朝鼎盛时期的地图，对这幅原辽阔的疆土无限感慨。在我国历史上，清朝鼎盛时期的辽阔疆域仅次于元朝时期。清朝对我国疆域做出很大贡献，尤其是清朝初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拥有开疆拓土雄心壮志的皇帝，正是他们祖孙三代通过一系列的战争，才奠定了清朝的鼎盛时期，开拓了辽阔的疆域。这些重要的战争都有哪些呢？第一场战争，平定三藩之乱，1673年至1681年，清朝初定，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因为朱清灭明有功而拥兵自重。康熙为加强统治，借机削藩，经过八年的战争，终于平定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三藩之乱席卷近大半个中国，叛军很短时间就占据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湖南、福建等省，一时间清朝统治岌岌可危。康熙用了八年时间平定三藩，消除了藩王割据，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分裂局面。第二场战争，统一台湾之战，1681年至1683年，三藩之乱平定之后，参与三藩之乱的郑经退守台湾，康熙皇帝开始着手处理盘踞台湾的郑经势力。侍郎受命率水师三万进军台湾，经过一白基战拿下澎湖列岛。澎湖战略要地一丢，郑氏集团失去对抗的资本，被迫投降，台湾重新回到清朝的统治之下。此战的意义非常重大，相信不用多说，大家自然明白。第三场战争，雅克萨之战，1685年至1688年，沙皇俄国为了得到出海口四处扩张，派出殖民者对我东北地区进行渗透侵占。康熙皇帝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两次下令对入侵的沙俄侵略者予以痛击，收复了雅克萨，遏制了沙俄进一步南下入侵的势头。但是由于准噶尔布噶尔丹的反叛，清朝被迫在胜利的情况下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未能在东北加强防御部署，沙俄留下了可乘之机。虽然晚清丢了东北大片领土，但康熙帝的雅克萨之战对抗击沙俄侵略，维护祖国领土是有积极意义的。第四场战争，安定西藏之战，1717年至1720年。准噶尔布噶尔丹在康熙的连番攻伐和运作之下，被逼得走投无路，喝药自杀，十子策妄阿拉布坦弃城捍卫。1716年，策妄阿拉布坦趁西藏内部不稳，派大将策林堆多部翻越昆仑山，奇袭西藏，以图控制青藏高原。1718年，康熙派兵进军西藏，将嵌入的准噶尔势力赶出青藏高原，此战稳定了西藏的局势，阻断了准噶尔部向青藏高原扩张的企图，维护了青藏高原的统一和稳定。第五场战争，平定青海之战，1723年至1724年清朝鼎鼎中原后，青海和索特部固始汗接受清朝册封。固始汗和其子达什巴图尔均接受清廷册封，承认清朝的统治。但是达什巴图尔的儿子罗卜藏丹新继位后，不愿受制于清朝，想独霸青藏高原。1723年康熙去世，罗卜藏丹心趁机鼓动青海和朔特各部反清。雍正皇帝派年羹尧率军2万一举击溃叛军，名将岳钟琪率兵长途追击罗卜藏丹心。走投无路的罗卜藏丹心逃入新疆，投奔准噶尔部，青海遂定。此战痛击青藏高原上的反叛势力，清廷在青藏高原的统治得到加强。第六场战争，平定准噶尔，1690年至1757年，明朝被清取代之后，盘踞西北新疆一带的准噶尔势力可以说是清朝初期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准八二是要清出的几位皇帝最头疼的。从1690年康熙对准噶尔丹的乌兰布通之战开始，到1757年乾隆平定阿穆尔法呢，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不懈的努力，耗时67年消灭了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令、达尔齐、阿穆尔法那等首领为代表的准噶尔势力，平定了西北广大地区，将新疆地区辽阔疆域纳入帝国的有效控制之下。第七场战争，平定新疆天山的路大小合着1758年至1759年平定准噶尔势力以后，眼看新疆地区大局已定，即将步入正常的发展状态。但是乾隆皇帝又遇到新的问题，新疆天山南路的大小和者反叛，这关系到新疆地区的统一和稳定。乾隆已派出平叛大军长途跋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平定大小和者之乱，使新疆重归平静，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稳定。第八场战争，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1788年至1792年清朝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完成了一统天下大业。西南方向的邻居尼泊尔也完成了各部落的统一。统治尼泊尔的廓尔喀王朝国力日益强盛，不满足于现有的疆土，开始觊觎并向清朝西藏地区进行扩张。乾隆皇帝两次调兵遣将对入侵的廓尔喀武装进行反击，第一次为接战西藏地方背着朝廷和廓尔喀达成不平等的议和，第二次清军在福康安的率领下差点打了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迫使廓尔喀投降，成为清朝的附属国。此战不但掐断了廓尔喀侵占西藏的图谋，而且收获了一个附庸廓尔喀，如果不是后来被英国人抢了去，说不定现在尼泊尔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了。纵观清初康雍前三位帝王的这八场战争，又对内评判也有对外抗击侵略，不管你说穷兵黩武也好，说劳民伤财也罢，但是这一系列的战争对维护祖国的统一是贡献巨大的。更多历史地理文章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地图地。